真主宰也。设若天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，则河汉星斗乱序，日月无光，亦不能轮转，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，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，人人皆不得其生存。设若大抵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，这金木水火土不能相配，则现象丛生，山崩地裂，海水枯干，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不能得其生存。设若人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，则寸步难行，眼不能看，耳不能听，口不能言，总之全身不能动作，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。此乃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，妙至极矣。设若觉悟认识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的支持而实行，即使天人合，以天人一体治理，觉言妙不容言。